感谢我们识趣大哥的大气，中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象棋很有慧根，必须的。对方这个车怒被打，没有任何办法，往这儿走在马脚，往这儿走有车，往这儿走吃兵，我方马有根，这个骑车给兵生根，对方全面爆炸，浸泡闷死个车。对方眼看着自己的车被打，却毫无办法。这笑着骑，棋逢对手，你不是对手啊，我的兄弟呀、你不是我的对手啊。谢谢我家东哥的大气。欢迎我们家用户156大哥关联直播间，大气大气。是的，我们金冠小哥确实大气。对方如果这个棋进炮，那我帮拱兵摆车抓死炮。先拱兵不让对方打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进摆车抓死炮。对方如果跟我对车不对，不怕对方车走了，对方车走我摆车的死炮该如何是好？他要把炮走开，我还有进炮的棋。你看这棋优秀不？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，十七哥？你看看，像我现在棋还行啊，现在棋还可以啊。接着砍呢啊，这车有根，他没想到车有根，窝心马能给车生根，恭喜小戏得贵子，今晚上的棋尤其的精彩啊！嘿嘿嘿嘿嘿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对的，对方刚才可以拱兵，可以拱兵，我要敢打到他这个退车吃兵啊，这样的话金这个棋报废了呀，对吗？谢我们识趣哥的大气。大眼萌萌说的没错。对方刚才要是拱兵的话好一点啊。
没有跟王天一下过。啊，淫笑，这叫坏笑，吓得笑得瘆人，哪有你瘆人？画面用户683大哥光临直播间，耶！吓死你！鬼哥半夜记得过来啊，看咱俩谁吓谁。我们直播间还差150个大气，需要两个小哥一人填个88组大气支持小妹呀！啊，大这么多子儿，这个题直接打进去砍向，准备弄死他！啊，大这么多子儿，不来个气子攻杀，我都对不起他！哼哼看笑好几年的直播了，没刷过礼物，你说没刷过礼物还说啥呀？天天象棋都没下载一个，嗯，主播给你表演两三年棋了，嗯，都没喝到你一口水。下午刚直播的时候哪有这么多话？啊，是的，张木哥，那个时候比较害羞涩了，那时候还是特别的羞涩。笑得好开心，狗办张卡，哈哈哈哈！谢用户291大哥的办卡，跟周星驰去演个电影。下面用户291大哥办卡支持，我们直播间还是有点高手了。明天做伴郎得早点睡。哎呀，你还做伴郎？你说你啥时候笑给你做伴娘？嗯，谢我们紫气东来大哥办卡啊。哎，朋友们，我放这部摆炮相当有意思。嗯，对方应该怎么走会好一点？这棋拱兵，他拱兵能解掉我进炮这棋，他可以退车啊。一般来说，我方上马再上马这么走，嗯，是这么一个走法。嗯，那对方这棋先进炮呢，他完了，是、啊、他万走。嗯、这一摆，对方要丢子了。那对方如果把炮再憋回去，比如说对方把炮憋回去啊，那我这个棋进炮就打死机了。所以对方在这儿呢，其实是可以拱个兵的啊。嗯，他其实拱兵会更优秀一点啊。这个棋要拱兵，我不能飞象，飞象这个点人不就站住了吗？对不对？嗯，那你只能这个棋，嗯，飞象这个棋改成进炮，让他来吃。吃。嗯，这样的话，在这个局面下，我们还是。非常好走的红棋还是非常好走，但是呢不至于对方丢子啊。这个棋直播间还是有一些高手的，能看出对方可以拱卒这步棋。嗯，为啥能拱卒？因为你的象不好中路飞，中路飞他这个点就站住了，你打死车本身也打不了啊。吼、哦、呵